有吗？嗯。你看见什么了？贝壳。贝壳哈。贝壳吗？你捡了几个？太空了，这个。啊？有的。有吗？这个。我看一下，哎呦，有蛮多个的。哎，你不是有个东西吗？不，你有口袋喽。没呀。那刚才不是有个东西喽？有个东西装了贝壳啦，装一遍啦。没呀。你都没有口袋，你怎么装？来，来放在这里面来。这样子，哎，这样，拿了。小妹妹，你找到贝壳吗？找到了吗？有两个。哎呦，你的够多了吗？你的才够了，谁的多？看一下。哎呦，你的那么一大堆，你。水下面找了哪个？嗯，哎呀，这个是活的吧？我前面也在水下面找了。好多人在这里露营，晚上还要多人，下午的时候，在那里吃烧烤呢。你看，爸爸，你看我的贝壳多不多？你看，我抓的贝壳。哎呦，你的最多了。再把它抓起来不？你的贝壳都放跑了，啊？没有你放跑了？没有水呀、啊？你装水的就跑了？才这么一点水？这里就可以了，这里。嗯。是啊，谁得最多？有个，还有我。你的得那么少？我是第三。优酷的得最多，应该可能是。优酷的都满了，你看。满了。走，先往上面走了吧，走，往上面走。看人家拿了帐篷来这里录音。香吗？香。啊，大人们到上面去喝水、吃东西。人走的都困了，困不困？困不困？上面有人唱歌。那就是我们江口街上面了，这里是沙滩玩的地方了，可以全部都看见。你现在这里是沙滩？嗯。你现在这里是沙滩？嗯，对啊。可以叫别人唱歌去好不好？
一起去